最近呢，官方更新了，给僵尸加了抗性和韧性条机制。抗性分为七个：集齐、物理、毒抗、电能、魔法、冰抗、火抗。当僵尸受到以上伤害时，会产生免疫减伤效果。韧性条则是能为僵尸提供成伤受限效果。嘿嘿嘿嘿，我要变强了，朋友们！等等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以上的抗性和韧性条仅对新出的冰河秘境僵尸生效。Nope， 切，害我白高兴一场。别急，听我说完。官方为了配合新增机制，完善属性克制关系，专门对部分植物的部分技能进行了攻击属性修改。哦，那是哪些植物啊？目前我知道是雷霆万钧和能量家族里的天使星星。哇，那我机甲小鬼岂不是也要被电击了？啊不，他仍然不能电击机甲类飞行类。